夫人呢，像那个形容杀啊，秘书长那个，一点细微切嘛。然后我们南巡总调是我的招一个，一个中山路，东总那个我的姓名的呀。啊，所以那时候就我讲秘书长也莫不行的，对不对？一千两万块嘛，所以我爸给一千万。对于有钱人来讲，买地无需要有六七万。结果爸爸被冲上，所以最后呢，就是你夫人把他埋起来，来为呢一种借口，借口是讲哦，他有什么怎么样，一种是无必要，所以逼得刘先生把秘书长大把那个，一个地址给我了哈，他提出来我把他辞了，但事情以前我的宅子。请夫人的时候出席一些杯碟，它比较完整性的话，完整性。因为有点关心哦，